今天来造型哥伦比亚，把两个辫子散开，上面一层黑色发丝加到后面，用吹风机吹一下两边鬓角，不够顺的地方就用吹风机热风把假发吹直，包括前面刘海和后面的长发都是，后面的一样操作，先把假发用吹风机吹一遍，这里加速一下，可以喷一些护理液，防止假发太浮躁。把刘海梳顺一下，从后面取出一撮发丝做反翘，黑色和粉色部分分开，用剪刀剪短一点，黑色的部分用剪刀打碎一点，这样的渐变看起来更自然。用小皮筋把辫子绑起来，预留出来的那束发丝开始做反翘，剪刀剪短一点后再用发蜡捏捏，收敛的那束刘海也处理一下，两边都是一样的造型方法，这边的黑色发丝发尾也打碎一些，抽出一束发丝来做反翘，辫子的发尾可以用发蜡造型一下，调整一下细节。哥伦比亚就差不多造型完成了，感谢观看。